给我呢？去周末做外卖。你让我在找周末。你找找啊。嗯。这都是外贸啊，我听那个鸡肉不老疼。我那些虾啊，炸中了。那虾很。老哥。老中吗？我觉得泰国怎么凉啊，人气浓。对，人家沙子转的有点重热了。你自己不知道。学配音金龙啊！啥？啥？你还下场了没有？这些配音金龙啊！我讲，我说咱们家配好。